好认识的地铁，可是因为我们前的巴士 delay， 所以迟到，然后又下雨，所以今天我们是没有做到东西，我只打算去吃好吃的晚餐，然后明天才开始我们的景点。在下雨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到。过后我刚找了一间很不错的餐厅，然后现在走着去要吃，希望好吃啊！因为 刚我们吃了一个 gelato， 超级 gelato， 超级无敌难吃，其实很不好吃啊。现在在 Florence 的教堂，很多人。过后我是没有打算进啊，因为他从我后面这里大门口开始拍，拍大概绕一圈那样，觉得超多人，应该要等一个小时多。